实在就是 SUM。 来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来为各位介绍这台2017年 March 日产的 March 不败神话小车。这台2017年的现在跑了37000公里，它新车价翻到将近60几万哦。我们来看引擎室，它这新款的大灯大又明亮，而引擎室里面干净，没有任何的灰尘，简直跟新车一样，车主保养的不错。在它的市区的话，它的表现大约1公里在12.2，高速行驶的话表现可以达到18.8。原厂的15寸铝圈，电子收后视镜 ，i key 美钥匙，大灯高度调整，还有后视镜的收纳，还有胎压侦测。车主另外还自行加装了安卓影音，还有原厂顶规才有的恒温 i key。 你看看，只跑了37000公里，你看这个音响操控键也是有原厂才有，顶规的才有这些配备。你看它的门板、门饰板多么漂亮，看它的轮胎多么的漂亮，皮椅保持得多么的完美。 March 可爱的小屁屁，后座的空间很大，后箱盖呢更大，运用空间更多。看你要64分离呢，还是全部大屏都可以，你看运用空间多么的大，整台车就像新的一样，没有一点点的缺点。在我们公司购车的人，每个人都享有1年20000公里或2年50000公里的原厂保护哦。实在就是 SUM。